他是有地震吗？还是？我打给你。哦，应该是，应该它是这个这种板子，那你们踩在板子上就掉下来。本分局中立所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康乐路25巷16弄内附近的荒废偷天厝有男子身体卡在围墙中，不断哀嚎。警方到场后，给予该名男子一瓶矿泉水，并安抚其情绪，与消防队员破坏墙面后救出该名男子。